Radio 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唐诗咏红咏唱分手八个月后甜蜜复合。现年36岁的无限花旦唐诗咏入行多年，情路坎坷的他对感情是向来认真。曾与旧爱崔健帮无限次复合的他，早年与34岁的洪永成发展子弟恋时，亦对这段情极为投入。奈何两人拍拖约2年，于去年5月宣布分手。不过，唐诗咏与洪永成分手后，再近亦是朋友，依然互相关心，不时传出复合。唐诗咏曾被追问对复合一事是否持开放态度时，他曾坦言一切随缘，这世界什么事也可能发生，为复合埋下伏线。唐诗咏与洪永成分手至今约8个月，原来两人最近以爱火重燃秘密翻谈，但未免感情是在成为焦点增添压力，两人密会时亦极为小心。日前他们于北角约会时以鬼醉力前后脚会合，未免行踪被发现。当日洪永成更弃用平时驾驶开的蓝色宝马，转向一部挂上新牌的白色 Audi。 他由西贡寓所出发驱车往北角，戴上口罩的他泊车后先刻一丝眉疼，不往港铁站提款后又去买面包，沿途不时左顾右盼，为己急步往该处一大厦会和早已在场的唐诗咏。2个多小时后两人肩并肩不出，但明显极为避忌，二人也戴上帽，沿途边行边轻食。当发现引来途人目光，他们动作一致，时时头搭呆，又不时拉低帽子，不欲被人认出。其后他们分道扬镳，各自往取车。洪永成先驱车往太古坊一间餐厅，下车后他即解除戒备，脱下了外套帽，并边行边录口讯，似告诉唐诗咏餐厅位置。其后他步入餐厅罗定位间，以定送等一人来称四角。至于唐诗咏被挤一架车到太古坊，但惊醒的他于附近四处兜圈后才把车停于路边。落车后他一丝为行大运，视察有否被跟踪。当发现记者在场时，复合断证的他就连经过餐厅门口也关门不入，索性撇低洪永成急闪往取车走人。而被唐诗咏被甩的洪永成只好无奈的低头独食。离开餐厅时见他手持大盒吃剩的外卖，一脸无影的往取车返归。分手后复合， M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种情绪，希望唐诗咏幸福吧。转载授权微信 LAMA129 生物 QQ 443317。